你去洗澡吧，黑子啊！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吓到啦？跟你开玩笑呢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洗澡，不洗澡啊，乖啊。抱着这个布，那个手，你去不去洗澡？别人肯定以为是个玩偶。这边还有一个抱着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，非常六加七。冷静啊，哼哼，冷静冷静，哎，对，没事儿，不是杀你，是洗澡啊，不是杀你啊，放松放松，哎，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，OK OK， 没事啊，你是公主，你得勇敢。安生，今天又要洗澡了啊，极力的配合爸爸。猫呜，下水了。谢谢，变可爱喽。啊，听话听话，洗完澡你是最乖的，最香的。哎呦，烧！烧着了。变成帅气的小王子了。抖音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抖音沐浴乳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羽毛小鸭鸭，水温刚刚好，泼泼水来搓泡。给猫洗澡有那么难吗？冲水，上沐浴露，冲干净，晾干，吹毛，翻过来吹，梳毛，结束啦。